近来海天酱油的事情刷屏，给我也吓一跳，我也想把我家的酱油打出来看看它是不是也是化学品勾兑的酱油。还好我家没有海天酱油，清一色的全是李锦记。这个李锦记的话呢，不仅在中国有厂，它现在在美国卖的基本上是美国的厂里边出来的，它在洛杉矶里边自己有一个工厂。但是我一看，好家伙，这李锦记里边也有勾兑的酱油，但是呢它不是每一瓶都有，它只是有一些有，有一些没有，这妥妥的高科技呀。所以以后不要跟我说美国的食品安全，我一点都不信。